主料麦豉鲜350克辅料大蒜50克食用油盐准备时间10分钟内制作时间10分钟内新鲜麻豉鲜洗净掐断摘好备用锅中油热放入蒜粒爆香然后倒入麻豉鲜加入盐炒至断生装盘 OK 烹饪技巧以下三种人要避免吃麻豉鲜腹部受寒引起腹泻的人如果是单纯受凉造成的一般性腹泻不要误食二孕妇要禁止吃麻豉鲜麻豉鲜是滑利的有滑胎的作用三如果你在吃中药药方里有鳖甲要注意麻豉鲜与鳖甲相克不要同服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